今天是几年几月几日星期几？今天是2023年。2023年几月？2月8日。2月8日星期几？星期三。星期三。那昨天呢？昨天？昨天是2023年。2023年几月？2月7日。2月7日星期几？星期二。星期二。那明天呢？明天？明天是2023年。2023年几月？2月9日。2月9日。星期几？星期四。Okay. 你知道每个礼拜有2天我要做一件事情。现在 FB 有提到的那件事情。先跟你说哪2天，先跟你说哪，先不要跟，先不要跟，不要跟师傅，不要跟荣恒讲。一个礼拜有7天，一个礼拜有7天。那我有2天会做这件事情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，一个礼拜有7天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有7天，然后7天里面有2天我会做这个事情。Esther， 你要猜猜看哪2天？哪2天哦？应该是一二三先撇除，应该是一二三撇除。那另外4、5、6日你选2天，你哪2天会做这件事情？4跟6好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我现在4跟6会做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呢？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。荣恒要不要猜猜看 ？Esther 已经知道，但是荣恒你要不要猜猜看？师傅要不要猜猜看？礼拜四你来就会做的。这个 ，Esther 喜欢这件事吗 ？Esther 你喜欢做这件事吗？我有参加，我有练过相关的事，相关的事。哦、对 ，Esther 有练过 ，OK，Esther 有练过了，怎么猜？然后我现在在做的是，礼拜四给 Esther 练习过的，类似，对。有吗？把随便乱猜，随便乱猜。还是我再跟你们讲好了。健身啊、OK 荣恒说健身，荣恒喜欢健身吗？还好。对，你看我刚刚说有的人喜欢人，可是荣恒现在穿着运动服、欸、我喜欢，我喜欢，我非常喜欢健身。对，师父喜欢健身吗？健身。哦。没有。我们没有做，没有健身过是吗？不健身，是不健身。我礼拜四跟礼拜六之间做的事情很像健身，但不是健身。不是健身，很像健身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我不知道 Esther 一定会听过，我不知道在越南有没有这个，他的名字在中文这个名叫和气道，和气道有的有什么、Esther 也知道，我不知道在越南有没有，对，我这不流行，但是有。不流行，但是有，对。它是这个和气道，它不是
它是有点类似功夫，有一点点像功夫，但它不是功夫，和气道，和气道，和气道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可能听过，我不知道玉兰是不是叫他，可能叫，可能叫他叫，他叫 Aikido。这越南你听过吗？越南听过吗？听过了。有哇，我以前还有啊，练习一个月。有练师傅练过一个月和气道是吗？对。哇，有。所以我师傅也是同道中人。就是我们都学这个同一个道，一个月吧，只有一个月。我打牌掉，他不去了，我也不去了。好可爱。对，朋友去学，跟着去学，他朋友不去就不去了。不去到，对，所以他师傅练习，是不是觉得他很像功夫，像吗？他是功夫，很像功夫。像啊，像也不像。哦，像也不像 ，OK。它是和气道，这个在日文里头，日文它是叫就是 Aikido。日文里头是 Aikido， 那在中文叫和气道。和气道，你看这个道是要有和气，气道。这日文汉字它写和气道。那我跟 Dicky 还有师傅不同道，哪里不同？我不是和气道的。对，那 Esther 你练什么道？你是哪个道？是这个的。哦，这个是有吗？有看过吗？那袋子什么颜色？你的袋子？我很久没有练，等我一下。这个哦，绿色的，这很初阶的，对。最初阶是白色，对吧？对，初阶是白色。看一下，这个有没有白色？就最基础的最初阶是白色。对啊，他们的袋子都好硬。所以你的是你有白色的是吗？是白色的，有这个，但是这个应该你现在已经没有，已经晋级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最下面的是白色，最下面的。嗯。那白色再往上一级是什么？都在你是柔道吗？对，是黄色。然后再来是黄色是吗？没错。再是黄色，第二级是黄色，那第三级呢？橘色。哇，还有橘色吗？那第三个橘色，第三个橘色，那再来？哦，是绿色。哦，所以你先就往上是那个，所以你这样练多久？其实我小时候也只练大约一年半。你这样一年就可以升四个了。对，因为是小朋友。黄色、橘色、绿色这样。对。我只练到这边。你几岁的时候练的？十二、十三岁。一年。十二岁、十三岁。对，然后 Esther 练的是柔道，那你看就等于道、都有一个道，没错，所以是不同道的。我跟师父是 Aikido， 我们是同道的，但是 Esther 跟我们不同道，那是柔道。但是这个，但是管柔道或者刚刚说柔道和 Aikido 和气道，都是有这个道的。道就是好像武术这样道，但是就是斗道啊，是不是同道中人？
那我现在我练和气倒是每个礼拜四跟礼拜六，那我现在是白色的最初，但是我半年就是我这里半年的时候，半年，就是我上礼拜考试，从白色的变成是一样是白色的，但是会有用红色的就绑住，把这个带子这样绑住。哦，我们是比赛的时候才会。你看，就像这样。这是我的白色的袋子。Dicky 身段。我考试通过，我就绑一个红色的在这里。哦，身段，身段。多一个红色这样。就是我现在半年之后是第一次生。那还有在和气道都他都规定要半年才可以参加一次考试，你至少要练习半年，我下一次考试也是要半年之后，下一次考试要半年之后，没错，在我们这里，我爸你也是吗？这样吗？我爸也在，我们也差不多，对。OK， 那这好，这两个道是一样，都是考入考试的话，升级这个考试。Esther 怎么后来没有继续练？后来怎么不练了？因为台湾在做这种道馆的很少，哦，所以你只要移到其他地方，你就没办法练了。哦，通常很麻烦。学校的社团，学校社没有太少了，就是没有人会去练这个。可能辅仁大学有哦，我猜辅仁大学有。听你融合可以去练融合，嗯，融合点头，有是吗？我觉得也有，懂了，希望可能有可以去找看看。那今天，然后我跟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和气道。这个和气道它，和气道是你知道它日本来的，那它这个。创立这个和气道的人，他的名字就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，他叫直之胜平，好像听起来怎么念直之胜平是吧？但是日语是无为西巴摩利黑，他日本人，他日文名字，但是有汉字无为西巴摩利黑。很日本人，那这个和气道它是融合这个日本的宗教、日本的思想，还有一些武术，日本的武术，而且哲学，成为一个现在，如果我们现在想到中国的功夫，你就想到少林，对不对？少林，没错，少林有听说对不对？少林做中国的功夫。那日本的，如果想到日本的功夫、日本的武术，就练的，你会想到第一个念头想要柔道，柔道。下面一个就是和气道。如果日本的武术的话，这个是最近开始很有名的。那和气道跟柔道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跟他们俩不太一样的地方是。和气的话主要是防卫，它不是要打人的，柔道是要打人的吗？柔道打人，其实跟和气道蛮一点点像，一点点像，对，有像的地方吗？有像的地方，对。那我说和气道它有什么？那你跟我说它跟柔道一样不一样？对对对，好 ，OK。这个和气道，他说和气道主要是防卫的，就是有人打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被打嘛，所以你是防卫，对不对？那这跟柔道一样嘛，防卫就防卫，就是不要让自己被打，防卫这一样吗？不太一样，但是有一点点像，
不太一样，但是有点像，对，都有防卫的地位，都防卫，有防卫，但是比较不会就是保护自己，不要被打，哦、对。那他怎么防卫？如果是柔道怎么防卫？柔道通常是地上的擒技的时候，擒技的时候才会有防卫，就是避免自己被勒，对。但是如果站着的话，就不会强调防卫，会强调你要、okay. 对。好，好了，这个都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怎么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和气道的防卫这个。Okay. 那第二个和气道，它注重的是，就是你打我，你如果打我，我防卫之后，我会反击。但是我打回去不会让你受伤，我的反击，你打我，我反击，但是我如果是和气道的，我不会让你受伤，打我的人不会受伤，打我的他就只是会，就是你就是打不到我，那我也不会痛，那我就是还给你，但是你也不会受伤，这是和气道，柔道也这样吗？嗯，可能会让你受伤。我柔道会让人家受伤了、哦。对，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温柔。受伤，你知道吗？受伤，或者一打手就断掉。嗯，一打手就断掉。所以柔道会让人受伤，是吗？有可能会受伤，如果在互相来回的时候可能会受伤。对，那和气道跟柔道也不一样。对，他会反击，但他不让你受伤。他再更温柔一点。对，这是和气道，不让那个对手受伤。OK， 那第三个是，我们如果两个人，比如说两个在打架的话，有两个人，对不对？会有一个人先打，对啊，另外就是被打，对不对？如果两个人，如果比如说好，我跟 Esther 好了，哎 ，Dicky 是 Aikido， 然后 Esther 是柔道的 ，OK， 如果我们两个在打，我跟 Esther 两个在打。如果是和气道的，他不会第一个打的一定不是和气道的，一定是柔道的。打第一拳的一定是柔道的。和气道的不会主动开始打，不会第一个打。会让谁？柔道会先率先攻击，对，如果是在一个竞斗争的场合的话，比赛打架，对，所以就是和气道他不会出手打人，他不是主动攻击的，他被攻击之后他才反击，嗯，被攻击之后才做反应，但是柔道是吗？柔道是就先出手了，对，柔道比较不会这么温柔。但是对，但是他应对的方式是温柔的，对。OK， 所以这是三个特点，好像除了防卫的那个，后面两个和气道跟柔道都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那你也感觉你说柔道就比较温柔，因为柔道对不对？柔道比较温柔，对。和气道更温柔，更温柔，和气道更温柔，对。那所以也很多这个和气道，我感觉，哎，我们练习的是很多女生，哎，练和气道的女生很多，哎，哦，可以理解，嗯，可以理解，因为她可以保护你自己，那她也不是主动去打，防身，她也不会让人家受伤。Esther， 你练柔道的时候，男生多还是女生多？只有我一个女生。哇，你看，男生比较多，做柔道的，但是我们在练和。哎，其实也是男生多啦，女生好像对，一定的四个女生，然后四个小朋友，我们有四个小朋友一起练，然后其他就是大人，像我这样男生这样，
这是 OK， 这是他做他会有一些跟其他武术有一点区别。我刚好今天跟 Esther 会练柔道，刚好在对比，很好很好。那他大概几个特点，就是这个 Esther， 你看他是不是跟柔道很像？那第一个特点是，也许跟柔道一样，因为他是因为一般的在打的时候是就是很用力，可是很刚硬的，很刚强的，这个手啊或者这个手臂啊这个关节这个是很硬的。对。可是这个核心它是以柔克刚，它的特点，它的特点，他说是以柔克刚。我们也是。化解了，那是一样。柔道也是。柔道。柔道对不对？以柔克刚，跟这个特点，这柔道跟核心道一样。一样。柔克刚。那第二个是会，因为有别人在打你的时候，你是那个速度很快，所以是有力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如果我有这个有力量过来，我会顺着他的力量在做，就是让他，你可能不是攻击到我，但是你的就是你这个会最后你这个力量会打到你自己。借力使力，就是借他这个打你的这个力量，再来回来对付你自己。没错，没错。柔道也这样吗？柔道也是。这好像就是日本的武术都有这样的特性。对，柔克刚，师出同门。借力使力。对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哦，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一样是，不是主动攻击这个，就刚虽然刚这些都是。这个是和气道它有的一些特色，你看到这个好像跟平常看到的那个那种不太一样，那这是日本跟李小龙那个不太一样，那是日本的。那如果现在两个人在，如果现在两个人，比如说我跟 Esther， 我们两个在打。那好像听说这个我现在我没有练，那我现在只练半年哦，只练六个月，所以我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。那但是这个如果你是很有经验的，就是你打你很有经验的，比如说这两个人，比如说 Dicky 跟 Esther 在打，然后这个和气道他就可以知道你的死角在哪里。Esther 也这应该也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比较不重视这个，对。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像比如说，如果是我是这样抓着另外一个人的话，他就推，就我如果我抓着另外一个人，抓着他，Esther 好了，那我现在是 Esther， 然后我抓着 Dicky。我现在是 S 刀这样抓，然后 D D， 然后被抓住了，然后我就会看这个 S 刀在哪个地方有这个死角，有哪些地方可以继续攻击，让他这样啊挣脱，就是攻击或者是找空档，对，空档，哪些地方一动，他那边就会不稳，就可以。对，没错。或者 就把它翻过去，就可以抓它某些地方，对，让它不能动，或让它倒掉。这个是，就是你会找那个死角，找空档去找，就是和气道会做的。然后一找到这个让它歪掉了，它就站不住，它就倒掉了。就是和气道，这个柔道也有是吗？有，这个很像。那有人把这个日本的武术，
大概分类分了几个类别，就是他各种动作他分了几个类别，主要有三个，就是如果我们在看武术的话，日本的武术分类大概他的动作里头有可以分三类。第一个是当身，就是他可能是透过拳，他日本的这个武术分三类，就他的动作里头有三类。第一个是当身，就直接出拳或者出用脚用拳或脚，就是去打你，去踢你，会真的会踢到你的这当身，当着你的身体打。这是第一种，日本的武术里头各种动作。那第二种是头是会把人家摔的，整摔的，或者是这样摔的，把人就是让人家摔倒。对，第一种是会打会踢，然后第二种是会摔让你倒的。摔的，那第三种，当这个人倒下去之后，会压着他的，让他不能再动。这样三种，对，哎，再帮你再帮，你想一下啊，再帮。第一种是会打会踢的。那第二种是把你摔，让你倒下去的。那你倒下去之后，你倒下，一个是你会被踢，会被打的。对，那另外一个是把你摔，也是把你摔。那第三个是你已经倒下了。把你固定住，轻拿，大概可以分这三种，你会真的踢你打你，一个是摔会摔，那第三个把你压住，那这三种，刚刚说的这三种，都是日本武术会看到的，日本的武术。那 Esther 觉得，你猜猜看，和气道主要是哪两种啊？和气道，和气道应该是柔道啊，应该我觉得拳打脚踢比较不会是日本的特色，这应该是后两项。后面这两个就是摔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然后或者你摔倒之后，把你固定住、压制住、擒拿，什么擒拿是吗？擒拿是指这个是吗？擒拿，那擒拿就是固定你的敌人，让他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摔倒之后擒拿。那主要就是这两个比较多，就是刚才 Esther 说这两个很多，就是那个和气道的。刚刚 Esther 说日本的武术大家都专注这两个，对。那再来就是再来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，就是再来就会有这个大概的概念之后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学很多，就是他会给师傅会给你一个名字，然后说这个名称是做什么，然后像什么。比方说我这次考试就有一个叫四方摔。这个柔道有吗？没有。西欧那给我们没有。四方摔，就我现在有时候哎，我听到这种名字，我都现在好像在考试，忘记这个要怎么做。西欧那给，他到底西欧那给，然后西欧那给要怎么做？就像这样，
我现在忘记了，希望呢，怎么做？我想一下，希望呢给四方摔。你给忘记了，考完就忘记了，考完就忘记了。我记得那个答一有，那是四方摔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四方摔就是我要他抓着我，然后我要把他手抓到前面去，然后再把他手翻过。Dicky 不见了。大概像这样。对，反正大概像这样，四方摔，就是摔就是把它摔倒，就是这个。再把它摔倒，然后摔倒之后再把它压住。有四方摔，所以我记得的有四方摔，还有入身摔 ，eliminate 就是你他会怎么着？他去翻过来，然后再入身摔 ，eliminate 就是。有很多很多招数了，就是我们练习很多、啊、那当然合气道大概有六种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跟人家也不知道我在演什么，就大概跟你们说有六种，但是每个招式每个都有一个它的一个做法。那考试就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考这些，柔道考试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是。就是真实的对摔，就是真实的对眼，他比较没有就是考你什么技要怎么摔，就是我比较难想象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那怎么就是那所以摔了就晋级这样是吗？你两个摔两个晋级还是怎么样？通常你半年内要去参加一个，或是好几个比较有公信力的比赛，然后你的那要怎么形容啊？就是你的道馆就会帮你升级。哦，所以 Esther， 如果我现在给你打，是可以打败我的，对如果我没学过柔道，可能 OK， 可能 OK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不就不是主动攻击，我们是看着你防卫的嘛，因为我们是核心道。对，但是说不定我也可以打，我不知道，下次打打看。那就是这个是主要，那在核心道里面，它有一些有使用武器的，它有一些木刀、刀子，但这个一定都是很后面的，这个一定都很进阶的，有木刀。有用武器，然后还有用杖、拐杖，然后还有短棍。你不觉得这个？你看合气道手还有这些用武器的嘞，不恐怖？那要怎么使用这些武器？就是在这种他的方法。但是这个一定是很后面的，我现在学的。对，合气道有使用武器，所以每个武器有这个武器怎么使用，刀子。这不是真的刀了，就是木刀、木剑，棍子、短棍怎么使用？那因为和气道从日本开始，最早从起源日本，那后来到发展，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练，有一些国家它也发展出自己的和气道，比如说韩国，比如说，你看，因为韩国在哪里啊？看这里，日本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看哪里？日本在这里，然后日本旁边就是韩国嘛。那韩国最早接受这个和气道，然后他就发展了，他也发展了韩国的和气道，所以韩国的和气道叫 Aikido。Aikido， 这是韩文的和韩国的合气道，就是它也结合了韩国当地的武术，像跆拳道、台湾斗是吗？结合跆拳道，没错没错，
Aikido， 它去发展，把和气道再结合韩国当地的变成 Aikido。韩国其实跆拳道比较流行，对。对，韩国是跆拳道比较流行。那你知道这个和气道在台湾，它也有结合台湾一些流行的武术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，或者中日，可能中国的武术。嗯，你有听过太极拳？有，有，它很慢，就是慢慢的。师傅有听过太极拳吗？荣总听过太极拳吗？有，有听过啊。哎，太极拳在越南流行吗？太极拳？有啊，阿拉。拿的人他练太极拳在越南语叫什么？你叫太极吗？太极拳，太极拳。哦，艾莎知道吗？太极拳越南语，不知道。我的妈妈也练习太极拳。哦，是的，妈妈也练太极拳，哇。他八十岁了。哦，这个在台湾的那个和气道就开始跟太极拳结合，太极拳跟不是开始结合，然后发展出一个台湾特色的和气道，类似刚刚说韩国的 Aikido， 台湾有一个台湾特色的和气道，和气太极拳，所以好像这个就是和气道的发展越来越多，在各地，然后都跟当地的一些武术结合。也许在越南也有跟和气道，也跟越南的传统的武术有结合。那我现在在印尼，会不会我练习的这个和气道也是有跟印尼的武术结合？会不会？我不知道。因为我就是练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日本的长怎么样，或者不知道台湾的长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韩国的长怎么样，就是练越我就是练习印尼的和气道。今天跟大家介绍，我们来帮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柔道跟和气道。Esther， 你还记得？和气道有哪些特点吗？和气道它以柔克刚。以柔克刚，就是比如说是很刚强的，这个柔，这个它是很柔的，可以反其而去。哦，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，尽量不要伤害别人。OK， 保护自己，那也不伤害攻击那个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然后他的攻击方式，他攻击方式比较偏向摔投技，就是摔人，投技，对，还有摔下去之后的擒拿跟固定，固定的，对对对。那往后学的话，还会有武器可以支援你的攻击，武器木棍、木刀、木剑。棍，这个是杖，像棍杖一样。就是，现在各种技法都融合各国的元素，所以也没办法分别出哪个国家是最原始、最道地的。但是和气道起源于日本是没问题的，日本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从日本出来，但是直到各地都有各地的发展。起源日本没问题，但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，各地的发展。OK， 希望我明天，今天是礼拜三嘛，那明天礼拜四，明天我又要去练习了，希望我可以再练习更多，下一次可以再升级，半年之后再继续考试升级。OK， 今天跟大家介绍和气道。